钱，帅哥，哎呦，这个钱丢卡妹呢，假的，来这里糊弄人呢。哎，宝宝，宝宝怎么不见啦？麻烦大了，怎么办？我去哪里找？哦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找问一下村长。哎呦，喂，村长啊，我小孩丢了。不知道，刚刚有一个车过来，然后我转头回来，小孩就不见了。你快点去帮我去路口那里挡住，刚刚往那个旺旺村的方向去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完了，宝宝不见了，不管了。喂，下车。美女干嘛了、啊？例行检查呀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检查什么东西？刚刚呢，村长打电话跟我说，我们村丢失了一个小孩，所以说要接受检查。你们？哦哟，还有这种事啊？光天化日的，哪个胆子那么大？最后年代还有抢小孩的？那不是他不想活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所以说我现在在执行任务，现在有人抓到了，碎尸万段，千刀万剐都不解恨。要楼里坐船？那不是。对呀、啊，让他断子绝孙。哦，对呀、啊。你们两个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我们也是隔壁村的。对呀、啊。那个旺旺村那边要经过这边去那个医院。对呀、啊，我小孩。带小孩。现在发高烧。发烧了，你看看。是啊。你小孩？是啊。发烧。就是我老婆，就是小孩。嗯。是啊。发烧的，是不是？看脸都红红的。那不是啊，屁股也红红的。不过你们现在再等两分钟，先等我们那个村长过来。还要等啊？人命，人命关天啊，美女啊！这不是人命关天，我知道这个要紧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你要体谅一下我的工作，是不是？你工作你多少钱一个月？工作。我也不想因为这个我丢失了我的工作，到时候我放你们出去的话，我的饭碗都不保了。我一个月才1800的工资，是不是？1800工资还在这里搞个屁啊你啊！哎呀，但是啊，所以说你也理解我，是不是？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，几个浮屠啊！哎呀，我也知道啊，但是你要体谅一下我的工作，是不是？才1800，我这里有5000，你拿5000，拿着。那有摄像头，那里摄像头。哎呀，这里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来，我来，哎，行，哎呀，放搞派里面来。啊，哎呀，那既然这样子，帮我放吧。你们确定这个是你们的孩子吗？肯定确定，你看了，100%，你看多像我，是不是？他那个脸蛋像不像他？那眼睛像不像他？眼睛是有点，是不是？这屁股是像不像他？是不是？像啊。哎呀，那我放你们过吧。先就放了嘛，是吧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给自己积德吧。对，那你们过吧。你懂得这样想就可以了。过吧，你更好，好人有好报啊！赶紧送去医院吧。啊，谢谢你啊！好，我再请你吃饭啊。好，今天泡奶茶啊？结婚没有？还没呢。没有结婚了，介绍给我老婆，我不做。你们赶紧去啊！啊。那么多钱，干几个月我才得这么多工资啊？嘿，三妹，村长，哎呀，有没有可疑的人从这里经过啊？可疑的人呢？是啊，可疑的人倒是没有，就是呢，有一男一女的抱一个小孩，说是他们小孩发高烧了，急着送去医院。哎呀，你怎么不等我过来，现在放行啊？哎呀，我说想叫他们等你一会儿的，可是他们说那小孩发高烧了，着急啊，有没有看见拦到人呢？拦倒是没有拦到，不过呢，这个保安说刚才放过来一对夫妻，带了一个小孩过去。这个保安怎么回事？乱放人！我不是村长就已经嘱咐过你不能放任何人过吗？怎么怪起我来了？那人家说是人家小孩说着急送去医院，人命关天的事，那我不放人家过去是不是？着急那等一下再等个几分钟，我们就赶到了，我们就确认就知道是不是我的宝宝了。我宝宝不见了，就怪你。行了，金花你也不要着急。那个保安啊，真的是就只有一对夫妻，还有一个小孩过去吗？对啊，一男一女的。那你不看准那个小孩啊？我的小孩都丢了，你还放人家过？我又不知道是哪个是你小孩。行了，不要吵先了。这里有个摄像头，我查这摄像头是不是你小孩？查，都怪你放的。要是我小孩有三长两短，你就赔给我。你是。
怎么这样子啊？哎呦，麻烦大了！这个小孩、啊、是我的小孩，就是刚刚粉红色衣服包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这真是你小孩啊？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他们又说是你他们的小孩。你看你看，他怎么收人家钱呢？我没有收啊。我就你的包了、我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，捡到的，捡到的。三妹，我跟你说啊，钱呢？你这个职位我还是脱了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收了贿赂，还收了人家几千块钱，难怪你放他们走。你也真是的，你还想不想做这个保安了？不是。你们村的那个三叔公跟我是亲戚的话，也不可能让你在这里当保安的。怎么办？现在我小孩，你快点去村长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回来，回来，我再教训你。快点打电话叫叫他，那怎么办？村长，我也不知道。别吵。喂，你好，警察，我们村刚才丢失了一个小孩，是啊，现在正往大旺村那个方向走了。你们多派点警力，把各个路口全部给拦住，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，必须要抓到他们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赶过去。好、啊、好，你还是在这里守，我们赶过去。村长，我就是头脑一时发热，收了他们的钱。拿着，小孩不见了，你就完蛋了。我跟你说，回来再处置你，一定要把你抓回去蹲牢。走走走，快点。哎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错了，这钱就不应该拿的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坚守岗位吧。